成了。Nice to meet you。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金金，我确实是出了点状况。我不管，我不管你是什么状况，我现在就知道你没用。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什么理由，天塌下来你也不能给我弄个一半的东西回来呀，你懂不懂？连份完整的采访都拿不回来，那我派你去干什么去了？啊？就你这种不认真的工作态度，你还想找个理做吗？我也不想差距那么大嘛，他从小就那么优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对不起，盛先生，不大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要是有气，你打我也行，或者说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了我也行。不放。反正我今天够倒霉的了，动手吧。程柳 ，Nice to meet you。柚子味儿的吗？嗯。什么柚啊？柚子也分好多种啊。什么沙田柚啊，关西蜜柚啊，红柚啊，Nice to meet you。小偷还挺幽默。哎呀，我这人吧，经常就是口无遮拦，你当我童言无忌也行。我今天是怎么也没想到你就是围棋大神吗？你要实在气不过。我给你录个视频公开道歉也行。不需要，我没生气。你是见义勇为。我本来还想着等你比赛结束之后去找你做专访，但没想到闹了这么大误会，我也不敢去找你了。你不用找我。我知道你从来都不接受采访，我以后也不打扰你了。我的意思是你不用找我，我就在这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答应我采访了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先去吃东西吧。没事儿，我饿。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有啊，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小店。只要你不嫌弃，带你过去。听你的。